今天介绍两个东西，一个是 FSI 2.0 补丁，能大幅的增加游戏性能，另一个是懂中文的国外大佬做的这个前端软件，用这个是可以改很多参数，还可以改这个屏幕刷新率。 WinMax2 屏幕是支持40刷新的分辨率，然后低刷新率下 AMD ISR 功能也是可以正常打开。评论区会放出两个软件的下载地址，也可以加 QQ 群咨询，说明的话我会大致讲解一下。现在是 800P 大表哥，基本上可以稳定60帧了，没有什么压力。屏幕亮度可以调的啊，声音也是可以调的。瓦数不调了，瓦数调了我会冻掉。然后 CPU 主屏开不了，分辨率这个 1080P 差不了多少。后半段是大表哥二 1080P FSR 2.0低画质高贴图的一个表现，哇，帧数上去很多。大表哥现在圣安东尼1080，前面直播说到一半掐电了，就是圣安东尼的话也可以基本上50帧，野外甚至能冲一下 1080P 60帧。大表哥正版的话直接更新游戏就会有，如果是学习版的话用这个补丁，然后打一个它的那个兼容补丁也是可以的，我的文件里兼容补丁会在传在 QQ 群，直接打 FSR 补丁是不行的，会很模糊，用一下这个文件参数覆盖的话就可以。野蛮优化系统最近也在频繁更新了，我弄弄好一起放出来。之前的话之后就是一个游戏正常试玩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提升了好多啊，这个东西Now, don't be a sore loser, friend. There's something I don't like about the pair of you. There's plenty I don't like about you, but I have the good manners to keep my mouth shut. There he is! Shoot that man! Come on, Roger!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! Actually, 打了。这能打下来吗？很明显不能。Silly me, I clean forgot to... Condom! Oh!